要不是刘恺威父亲用小糯米蹭热度，大家不会明白为什么刘恺威始终得不到原谅。6月13日，刘恺威的父亲刘丹接受港媒采访时，故意在镜头前委屈地表示，小糯米的心理出现了问题，经常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哭泣。从他的口中大家得知，小糯米是因为思念妈妈杨幂才造成的。而后刘丹又对着镜头当众喊话，让杨幂多抽出时间陪陪小糯米。扪心自问，杨幂真的没有陪伴女儿吗？当然不是。不可否认，杨幂确实没有刘恺威待在小糯米身边的时间多。毕竟小糯米是跟着刘恺威生活，但杨幂也尽力做到妈妈的职责。无论工作再忙，她都会抽时间去看小糯米，就连港媒也亲自拍到了照片。但到了刘丹口中，杨幂就不配当妈妈。要知道，当初杨幂还没和刘恺威离婚时，一家人出行惨遭记者围堵，闪光灯不停地照进车子里。诧异的是，口口声声说爱护小糯米的刘丹忙着对记者挥手，刘恺威也对着镜头微笑，生怕错过了这个曝光的机会。反倒是杨幂丝毫不在乎公众形象，立马捂住小糯米的眼睛，还用毛巾遮住面部，很好的保护了女儿。因为曾有过悲痛的前车之鉴，曾经红极一时台湾女星白冰冰，偶尔会在自己主持的节目中晒女儿的合照，结果被劫匪盯上，还被对方撕票。因此媒体界就有了规定，不管怎么挖明星，只要拍到孩子都会进行打码来保护。不过刘恺威却不在意，这一家人还大大方方的把小糯米展示给媒体拍，上下学也不会遮挡面部，导致港媒都有了小糯米的正脸照。但内娱却始终坚守这条原则。而且杨幂不是不想征服养权，在杨幂即将临盆时，刘恺威一家早就做好了打算，让她在香港生产，而且还不经过杨幂的同意就将小糯米的户口落在香港。而争夺抚养权时，香港是根据谁更情感胜利的几率大一些。这也是为什么刘丹经常在公众面前夸赞刘恺威是个好父亲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从来没想过把小糯米还给杨幂，毕竟他们还要靠着杨幂来增加曝光度。而且当初爆出刘恺威的恋情时，刘丹就当中夸赞准儿戏特别好，说着说着就开始阴阳怪气。恺威现在年纪也不小了，他也懂得看人了啊。他认为觉得好的，我相信一定是很好，很爽很爽的一个人啊。一点也不做作啊，这是最好的一个事情。真的非常心疼杨幂了，被一家人这样疯狂嬉戏，都怪杨幂当初恋爱脑看错了人。央视连发的四条视频，让大家知道不是顶流放弃了鹿晗，而是鹿晗放弃了顶流。近日鹿晗举办了巡回演唱会。自从他官宣恋情后脱粉无数，代言也纷纷被抢，所有人都认为鹿晗要退出顶流位置，结果演唱会的消息一宣布，鹿晗再次霸榜热搜，2.5万张的门票一抢而空，大部分粉丝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陪跑。这时那些黑粉才知道，原来只要鹿晗想，那他就一定能成功，他永远都是顶流。毕竟鹿晗的在娱乐圈创下的辉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当初他刚出道就惊艳中日韩三国，后来和前经纪公司解约后， SM 的市值在15分钟内就下降了 3.7 亿。回国后鹿晗依旧创造奇迹，顶流因他而有，超话因他开启，微博明星势力榜也因他而创，还拥有3条吉尼斯世界纪录，绝对是公认的国民现象偶像。虽然因恋情脱粉无数，但在听到他要开演唱会的那一刻，粉丝迫不及待的要来看他。同样鹿晗对粉丝也很贴心，为了能让粉丝看清他，在演唱会中鹿晗用了奥运会级别的大屏幕，无论粉丝坐在哪都能看清自己的白月光。而鹿晗即便30岁了，他的业务能力还像18岁一样，2个小时的唱跳吊打很多小鲜肉。除此之外，鹿晗还和打车官方合作，为粉丝准备了巨额优惠券，不仅让粉丝像坐公交车一样便宜，也没有让司机吃亏。有很多粉丝都是女孩，为了照顾他们，鹿晗特意找来女安检员，他们一边帮粉丝提裙摆，一边真诚地夸粉丝漂亮。由于夏天炎热，鹿晗又为粉丝准备了免费饮料和冰淇淋。演唱会结束后，粉丝也没有在场内留下一片垃圾，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才离开。这就是偶像和粉丝的双向奔赴吧。但鹿晗只是长得很精致，却因为这一点被黑粉吐槽娘，但他却一直很爷们。在自己最红的时候，官宣和女友关晓彤的恋情，不只是为了给足女友安全感，也不想故意欺骗粉丝。我工作之前不是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，我又不是二傻子，但我今天一激动我就工作了，肯定不是。而在我啊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，在我这我觉得是一种负责任吧。而当年鹿晗掉的那些粉足够养活半个娱乐圈了，可想而知鹿晗舍弃了多少资源。即便这么多年过去，无论实力还是影响力，鹿晗一直都是顶流中的顶流。顶流位置对他来说没有是不是，只有愿不愿意。因为只要鹿晗想，他永远都是娱乐圈中无可替代的顶流。明星们的公主病到底有多严重？鞠婧祎在拍摄时不下心摔了一跤，2个膝盖上擦破了皮，没想到他连路都不能走了，身边有2个工作人员搀扶着，最后直接用上了轮椅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他是女生还是矫情。同样孟美岐拍戏时不小心被树枝划伤了脸，结果她哭得痛哭流涕，但谁能想到她只是脸上划破了一道小口子，手上蹭破了点皮，而且在工作人员给她上药时她哭得更凶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受了什么大伤。刚刚出道的虞书欣拍摄打戏时只是被搭档轻轻打了一下就开始喊疼，连同为女生的娄艺潇都看不惯了。你力真的太大了，你不要
上档。好了好了，别娇气了，没办法的。那这么痛啊，不行啊！你拍武打戏就是这么痛啊！那拍武打戏都是演员浑身都是伤呢。看我被骂了。不过后来虞书欣在节目中成长了，吊威亚的时候哪怕再疼再累他都没有放弃，直到做了十几遍才完成动作，怪不得人家虞书欣大红了，努力和回报是成正比的。杨颖为了让观众看到他的另一面，参加了骑行综艺，然而他在节目里的表现却差强人意。五天的行程，杨颖四天都坐在车上，原本就是和老者约定好了骑行时间，结果因为自己的原因迟到了不说，反而还责怪老者抛弃了他们，就连导演也看不下去了。那我们打退杨颖，我心里还想人不好。你说我们吗？我认为你们为什么每天都要搭着车去追他？你们是来骑行的还是来搭车的呢？而且在野外搭帐篷时，杨颖又开始尊贵了起来。我觉得我真的没法在这里扎帐篷睡觉啊，这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水。参加浪姐时，在选歌环节，陈小云自告奋勇要唱开头最难的一段，为了团队荣誉，容祖儿耐心地给他解释这段连专业歌手都把控不好，重新选一段比较容易好把握的。可不知道陈小云怎么想的，执意要唱这段，耐着性子，容祖儿便提议让他当场试一下，结果陈小云立即泪洒当场，委屈地哭了起来，像是容祖儿真的欺负他了一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定要逼我唱这个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我真的不明白。我没有，但是今天要决定，你知道我唱的本来是不自信的，但你这样子让我暴露在大家面前，这个不是我的决定，我就鼓励大家一下。本以为女明星有公主病还算正常，没想到男明星也是这样矫情。在节目中，小鲜肉只是不小心划破了下手，疼得他张大嘴巴哭，其他人也都闻声赶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受了什么大伤，结果就是手指擦了点皮。更夸张的是，小鲜肉还被送去了医院，走的时候像生离死别一样抱着队友痛哭，真不知道怎样想的，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。